那个泰伦哥他什么泰伦哥？你们很熟吗？看着很面熟。又是一个大爷。怎么了？腿瘸了？磨破了。小心点啊！等等我。脚磨破都不说，你哑巴？我去店里买个创可贴就好了。来来来，跟我走一个好。来。哎，你看这个例子。这小崽子每次出来，身边都一堆女人。小姐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来吃饭。我跟泰伦哥说，你很有趣。泰伦哥也说你很有趣。我说不行，这是另外一个哥哥的女人，就算不是。 我也排第二。白日做梦。같은뜻이야。哥，你骂人一点也不可爱。姐姐，我先去吃饭了，一会儿微信联系。哦。好好走路啊。那个泰伦哥他。 什么泰伦哥？你们很熟吗？看着很面熟。又是一个大爷。师傅，前面旁边停一下。钟哥，你要干嘛呀？ 买东西，你们不用等我。冰冰，我们去吃饭喽，走吧，吃饭啦，拜拜。 成哥的金鱼儿子为什么只剩两条了？下午比赛出门之前还是三条的，你看错了吧？大饼，赶紧想着，要不然等成哥回来，你和大饼都要被灭口。 觉得成哥是傻子吗？他说不定压根儿就看不见呢。这颜色都不一样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成哥，你儿子自己乱吃东西，把自己撑死了，我帮你毁尸灭迹。 宅心仁厚，心慈如菩萨，对万物生灵都充满爱，遵守自然界因果法则，遵守食物链弱肉强食的规律。朋友，说人话。我的猫遵守大自然弱肉强食的规律，吃了你的鱼。我错了。乐观点，你这么想想，说不定是你的金鱼儿子长翅膀飞走了。 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一锅炖不下。这世界很酷。